魏佐相莫急，一切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。你发现皇上的变化吗？说来也奇怪，皇上忽然像变了，变得沉默寡言，不在朝堂上做任何决策。这就是了，请你相信本王，本王正掌控着全局，只要稍作等待，大业必成。为王爷马首是瞻，恭喜大爷。好，好，本王登基后一定不会亏待诸位。谢谢主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万岁。你说本宫还有机会吗？娘娘何必这么颓丧，没有到最后一刻，我们不能认输。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刻呀？本宫已经输得颜面无存了。这最后一刻就是那贱人生下龙子，她怀上都不算最后一刻。就算那样，跟本宫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谁敢相信进宫五年本宫还是个处子之身？皇上未曾给过我一丝一毫的怜爱，结发夫妻五年都比不上一个路边捡来的女子。本宫乏了，不想争了，何必去挽留一个不爱自己的皇上？娘娘千万不要这么颓丧，您还年轻，以后的岁月还很漫长，如果不去争取皇上的恩宠，这悠悠深宫哪还有小姐的容身之所？能听你唤我小姐真好，我都快忘了自己作为小姐单纯快乐的时光。小姐命真苦，小桃不明白。你睡着了吗？还没，怎么了？明天我们就要换回身体了吧？应该是吧。能做回自己真好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当然是出宫去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在这里憋了好久，我好想念王记包子铺的肉包子啊，那个滋味，真香。不能留下吗？留下？留下干嘛？我可不想像皇后那样每天为了争宠勾心斗角。好，你会回来看我吗？
我这辈子都会记住的。嗯，我也是。嗯，不能留下吗？我做回自己，陪伴你。不要，我还是想要出宫去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等你回来。再见了，皇上。换回来了吗？